去承受，抱拥江山，江山锁住双手，难忘再有清风亮袖。要是从来无名字身份，没有尊卑，方可笑谈爱恨。没法相亲，只好不断相争。台上再见，有若再生。谁叫你叫我生死不越界，此刻竟不量立天涯，非此即彼，各在各门派，一瞬间正亦变怪，胜等于败，无情和无义之间，也许一天中间再无界限，也许孤身总闯不尽江山，来日再见笑问。小鬼子，小鬼子，皇上，我唔好发梦啊嘛。仲有大把事等住我哋做，你唔好发梦。皇上，你冇事嘛？就唔一齐安好。如果你冇事就好啦，真系一天都帮晒。即刻帮朕传我以太大人同朝政大臣到边缘，朕有要事磋商。而家？冇错。皇上，突然间召我得嚟，唔知有咩咁要事呢？系咯，皇上终日嬉戏日落，与反贼为伍，今日召我哋嚟，我睇冇乜大作为嘅啫。哎，咁就系啦，我哋大清之所以有今日国泰民安、太平盛世，全靠岳大人英明神武辅政，岳大人之功不可没啊！系啊，系啊，咁就系啊。皇上可以三日不亲政，但岳大人就不可以一日不上朝。你话真系好啱啊！多谢大人。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各位卿家平身。谢皇上。朕今日传召各位卿家嚟，系有事向各位宣布。由今日起，朕将所有内外军政事务全部交俾岳大人主持，亦即系话国家大小事情，岳大人可以全权决策。皇上点解咁样讲咧？其实一直以嚟，国家好多重大政策已经由岳大人决定嘅，而且用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实在功不可没。朕自知治国经验尚浅，好多治国之道，仍要向岳大人多多学习。有鉴于此，朕就将国家事务暂时交俾岳大人，以便朕全心全力学习治国之道。由今日起，朕就将玉玺交俾岳大人，各位卿家亦应该帮岳大人扶正。如有不从岳大人决策者，革职查办。微臣一定尽力康扶清室，鞠躬尽瘁，绝对不会令大清列祖列宗同埋皇上失望嘅。康扶清室，鞠躬尽瘁。好靓啊！阿爹啊，啲金银珠宝同埋绫罗绸缎，全部都系皇上赐俾我噶，多谢皇上啊！你入宫咁耐，
皇上終於對你好啦。阿爹啊，皇上突然間對我咁好，又話冊封我做皇后，唔知佢今集戲弄我嘅咧？一係爹大權在握，佢敢咩？況且佢已經將治國嘅重任交咗俾我，佢而家冇咗我就唔得啦。唔睇僧面都睇佛面啦，可以保證皇上一定好痛錫你。乖女，你放心做你個皇后啦。皇后，呢一杯祝我哋永远喺埋一齐，快活过神仙，好冇？只要皇上高兴，神赐一定会奉陪噶。饮食，饮食。原来皇后系一个咁知情识趣嘅人，朕以前真系愧待于你。皇上，你真系识氹人开心嘅啫。朕而家先知道咩叫做珍惜少年時。嚟，我哋再飲過，不醉唔歸。好啊。皇上真係變咗好多。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以皇上咁聰明，應該知道點樣做嘅。係。而家咁樣咪幾好？皇上可以享受人生，大清嘅国势由我嚟统治，一定可以威震四方。系嘅。皇言在侧迷不悟，干预朝政，哀家安心。而另一方面，朝政喺微臣同埋一班辅政大臣治理之下，国势已经恢复稳定。大清王朝好在得你哋呢一班忠心嘅大臣嚟到治理，如果唔系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微臣身为大清子民，无论如何一定尽忠报国。将来论功行赏，点都唔会代薄你噶。谢太后，仲有微臣想派遣提督霍奇英南下，追杀当日同埋皇上一齐嘅乱党，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总言之，凡你对国家有贡献，你就自行决定落实执行去做啦。谢太后，皇上吉祥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今日仲唔瞓，小心保重容体。唔知皇上今日传召小鬼子嚟，有咩事咧？朕为一国之君，睇住国家被奸人把持。救民如救火，挽救国家重任又岂可辞？皇上唔系已将权力下放咗俾鄂尔泰啦咩？朕又点会将大好河山双手奉送俾鄂尔泰呢个奸人，而搞到民不聊生？萧鬼子，而家你就要同朕并肩作战。皇上而家如果在奴才嘅地方，奴才一定效忠嘅。虽然朝廷仲有好多人同鄂尔泰狼狈为奸，不过而家好多忠义之士睇唔惯佢哋嘅所为。呢度有封文函，系俾进驻边陲地带各大将军，
朕就利用呢一班忠義之士，一齊對抗岳父太，將佢殺個皮夾骨。事關重大，你一定要親手將文函交到郭大將軍手上。係。希望今次可以一舉成功，咁老百姓就有好日子。皇上，奴才最近收到消息，岳爾泰會派霍景南下追殺方世玉，以絕。豈有此理！岳爾泰真係不仁太甚。皇上，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幫到方世玉？而家朕問候推翻岳爾泰，唔想打草驚蛇，希望世玉佢明白朕嘅處境，為咗千萬百姓。朕真係愛莫能助。世玉，追捕罗汉拳开始。世玉，一醉解千愁啊！二醉忘烦忧，三醉新境界。世玉，就快成功啦！四岁落油油啊！细玉，细玉你点啊？冇事啊嘛你？唉，细玉，我同你讲咗几多次啊？追拳嘅精髓咧就要练到忘我忘忧啊嘛！而家你心思思，咁点会成功啊？忘忧喎，你讲就易。阿爹同娘姐而家仲下落不明啊，我点可以唔记得？你而家连自己个关都过唔到，点样过霍奇英嘅千爪神拳呢？我讲话报仇失败啊！你连靓仔啊都难保啊！好啦，唔好嘈啦，细玉啊，你翻去唞下先啦，听日再练过啦。你连咁嘅挫折啊都接受唔到啊，点去报仇啊？我冇你嘅武器啊，我而家去饮酒啊！唉，人生何妨一大醉，梦里不知身是客。阿凡啊！食饭啦，细玉，你做咩唔食嘢啊？你咁样会饿坏噶。今日练唔成咧，听日再练过啊。风伯咁有心机教我，我就练极都练唔识，我真系冇用。唉，你怪自己做咩啫？只要有恒心，几难练嘅功夫练得到嘅。风伯咁耐未翻。佢都唔知系咪嬲咗我，以後唔教我啦。唔會噶，風伯份人咧唔會記家嚟仇嘅。我諗佢一定去飲飲酒啫。嚟啊，食餸啊！食啦。霍奇英啊！我知走狗，你嚟呢度做咩？啱啦，你咁齊人，我可以一次過殺曬你班亂棒。我都同你計清你開心手啦。快快快
呢啲黃蓉小子，使唔使落咁重手啊？有一個不識好歹嘅亂檔，好，本官今日順便同你收線。個狗公竟然出到咁毒品，唔好食。你点啊？你哋不如交流，我哋走。上船先啦！波波，你点啊？波波，波波，你振作啲啊！我就快上到拉桥啦！其他联络，唔使迟走。波波，系啊，你做咩啊？见到个面喺晒个酒壶度，波波，慢慢拧佢啦。你要保住条命啊！唔好辜负我一番心血啊！中吧！四勇。才小鬼子系皇上问安，小鬼子你翻咗嚟，平身。谢皇上，奴才今日带咗两个好消息翻嚟俾皇上。咩好消息啊？即刻话俾朕知。第一个就系奴才已经亲手将四封密函交到四位将军手上，四位将军睇完之后都一致赞成皇上嘅做法，仲誓死效忠皇上，对付鄂尔泰。好，朕有佢哋支持就信心大增，可以同鄂尔泰周旋到底。第二个好消息。第二个好消息就系奴才收到消息。霍奇英刺殺方世玉嘅行動已經失敗，但係世玉佢不知所蹤。世玉冇事，朕就放心。不過，封老三同大哥都俾霍奇英打死咗。皇上，我哋而家應該點做？朕等呢個機會等咗好耐，係時候打低鄂爾泰呢個老虎。皇上吉祥，平身，謝皇上。臣兒向皇阿媽請安，皇阿媽吉祥，平身，謝皇阿媽。臣兒有冇嚇親皇阿媽？冇，冇事。皇兒今日為何神色慌張、心不在焉咁啊？冇啊。冇？有咩事？快啲講。臣兒昨晚俾一個噩夢纏繞，到而家仲好驚，所以神水不定。區區一個噩夢，有什麼驚呢？個夢好真，講出嚟怕嚇皇阿媽你一跳。咁恐怖嘅事。都系唔好提啦。哦，既然系咁恐怖，咁就真系要听下啦。臣儿怕讲出嚟，皇阿妈会怪责臣儿生儿杞人忧天。你即管照直讲，哀家应承你话佢唔会责怪你嘅。你哋全部同我退下。系，太后，奴婢告退。皇儿，咁你而家可以讲啦。昨晚先帝向臣兒報夢，話小心有人把弄朝政，國家將會落在奸臣手中。真係有啲咁嘅事？仲未算，我哋講緊你嘅時候，個奸人突然間殺出，先將先帝殺咗，再將皇阿媽你殺埋，仲要追殺臣兒。臣兒喺最驚嘅時候就嚇醒咗。咁呢一個奸人係邊個？臣兒真係唔敢講。唔准吞吞吐吐，你要照直講。是鄂爾泰提。哦，夢是一件很虛幻的事，不要再將這個夢放在心中了。但是夢真的很真，很難令人忘記。而且臣兒用張玉璽和志哥的大旗全部下放給鄂大人，
只怪佢把龙情正吞灭国家嘅。岳大人凭精忠之事，一生忠于大清王朝，唔会做啲咁嘅事嘅。不过权力使人腐化，算啦。岳大人应该信得过嘅，唔会有事啩。 下官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四位卿家由边防咁远赶嚟，实在忠义可嘉。相信四位都睇过朕嘅诏书嘅啦。我哋四人同心，誓死效忠皇上，请皇上不必客气。岳以太颠倒朝野，敛财弄权，为社稷黎民，必须早日铲除。 但系佢耳目挡于众多，呢个使命颇为艰巨。臣等不惜牺牲一切，以康复皇上景岳情奸，以保大清基业。冇错，岳以太只手遮天，大逆不道，人人得以诛之。我哋就算用尽一兵一卒，都会为皇上铲停呢个朝廷败类。得到四位大将军嘅支持，朕对决胜信心倍增。因为太后乃女流之辈，易受挫败。 今日点解咁好雅兴陪皇阿妈嚟赏花？皇儿以前都系沉于日落，冇好好咁陪伴皇阿妈，未尽孝亲之情。希望自今日之后可以尽加抱紧。只要皇儿有记挂住皇阿妈之心，唔需要时时陪伴，皇阿妈都一样咁开心嘅。皇儿自当紧嘅。胡家，保护大人。 皇阿妈，你冇事啊嘛？冇事，冇事。皇儿，你冇事啊嘛？哎呀，你手流血啦！皇儿为救皇阿妈心切，区区小伤又何足挂齿？大胆刺客，边个指使你哋行色太后嘅？守个身。咋？太爷，启禀皇上，喺刺客身上搜出一封密函。 究竟系谁人指使行窃人？原来系佢。究竟系谁人指使行窃人？ 呢度周围都冇人，你可以起身啦。你嘅伤势冇乜大碍啊嘛。皇上剑法如神，一定唔会刺中活将嘅要害。好，你今次做得非常之好。
呢啲黄金系皇上赏赐俾你嘅，多谢皇上赏赐。王阿妈用茶，王阿妈你冇事嘛？王阿妈冇事，皇儿可以放心。真系估唔到噩梦成真，有时真系人心难测。 莫大人点解要派人嚟唔识哀奸呢？都系神唔好，神将一切权力交俾莫大人，权力使人腐化，可能因此而引起莫大人嘅贪念，而起谋朝散位之心。莫大人一向忠于朝廷，大清忠实，又何以会有此歪念呢？权力同财富引诱，有时真系好难控制。莫大人最近大肆分封亲信财富。 风一而且好大气功，咁车嘅子好明显就已经冇咗昔日清廉狮之风。咁而家点算啊？嗰个刺客好似特别针对哀家而嚟噶。王阿妈你不必担心，因为岳大人早已经唔将神放在眼内，而王阿妈嘅威信仲可以将佢钳制，所以要先铲除王阿妈人后患。为安全计，臣认为先将佢兵权收。 再传佢入宫查清楚。咁对岳大人似乎唔系几好。如果系真有谋反之心，仲俾佢坐大，咁大清宗室就会陷入万劫不复，后果堪。见系咁，就等哀家全莫以太入宫问清楚。我知道，你仲要快啲出嚟受封。你又似嚟，你要连带嚟搞事。有咩人竟敢阻挡本官去咯？出言不逊，保佑沽命大臣。咩？你都拜成为阶下囚，仲使乜对你咁客气啊？你要拘捕本官，你何德何能出此狂言？ 就凭当今圣上一句说话，拘捕你系绰绰有余。你涉嫌叛变，派人行刺太后，咁大逆不道嘅事，系大清嘅子民都可以拘捕你。你敢？如果边个敢轻举妄动，即刻就地正法。 你胡作妄为，太后知道咗，一定唔会放过你。 你估你仲有机会向太后讲是非咩？做咩啊？岳义泰，你都有今日啦！呢一包系太后赏赐俾你嘅灭星品，你以后都唔使旨意再讲嘢。仲想？如果你仲想闹嘅，就花一阵对住太后先闹啦。 启禀王阿妈，臣儿将叛将岳义泰带回。传上。不过王阿妈要小心，可能因为东窗事发，岳义泰嘅人变得非常暴戾。刚才臣儿已经几乎惨遭毒手。哀家自有分数。将岳义泰传上。传，传岳义泰，传岳义泰。 太后吉祥，谢太后。大胆逆贼，见到太后同朕仲唔怕鬼？岳大人，你堂堂一个顾命大臣，系咪涉嫌行窃哀家，仲想拥兵自重，谋朝篡位啊？你以为唔出声就可以隐瞒你嘅罪行咩？多日朕顺从，将全。 交俾你辅佐朝政，会唔会你咁自私，大逆不道，想谋朝篡位？你就算唔出声，一样要腐败。<笑><笑>
皇上驾到！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贤臣，谢皇上。各位卿家，奸臣莫以泰祸国殃民，因亡至太后同寝，身为犯上作孽，大逆不道之，等对我大清律，理应诛九族，为上天有好生之德。莫以泰一人犯罪，何谓祸及家人？公朕特赦免莫以泰九族之死罪，各位有何异议？皇上英明。指莫以泰专横霸道，扰乱朝政，贪污敛财。任命多隆同查将军专职负责查办，将其赃款收归国有，拨作赈济两湖水灾之用。微臣领命。由今日起，朕重掌朝政，原莫以泰旧部拨归正王、正南两旗管辖。同时，曾经附从莫以泰作奸者，只要其真心悔改，朕既往不咎。我日后同心合力，尽忠报国。皇上功无大量，恩同作造，臣等此后并非不封进水，以报皇上圣恩。不封进水，死而后已。明臣谢皇上。孝用茶。哎呀，啲茶咁热，想毒死我咩？奴婢唔敢，系太后你头先吩咐用热茶嘅。岂有此理！现在连你这个小奴才啊都胆敢顶撞我，躝出去，是不是躝出去啊？躝啊！系，奴婢告退。皇上驾到。臣已叩见皇阿妈，向皇阿妈请安。你唔使喺我面前做戏啦。臣已近日忙于朝政，只有疏于向皇阿妈请安，请皇阿妈见谅。而家亦察王义泰同佢党羽已经伏诛，臣已总算重掌大清嘅江山，冇辜负到先帝嘅厚爱。哦，原来你嚟啊，就向我耀武扬威嘅。好啊，你既然现今掌握天下嘅大权，点解唔连我索性杀埋啫？王阿妈何出此言啊？我唔系你亲生嘅娘亲，仲同鄂尔泰大人合谋废咗你另立新君，仲杀埋你心爱嘅女人啊！唔通你唔会对我恨之入骨咩？不，你都知道自己冇念到母子情分咩？冇错，你杀咗建平，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不过你唔敢啊嘛！你杀咗我，我问你。你怎样向白旗亲王宗室解释啊？若果太后突然患急病暴毙，我谂班亲王宗室都唔敢怀疑朕嘅。你，不过你放心，你虽然对我不仁，但我念在先帝份上，唔会对你不孝。我已经安排好，等你去储秀宫颐养天年。储秀宫。储秀宫系先帝嘅妃嫔守节郁郁终老嘅地方。我是武夷天下的皇太后，我不去。不，你以为自己仲有得选择咩？人嚟！奴才在。吩咐太监同宫女帮太后收拾行装，即日搬入储秀宫。是。
风化醉拳打得咁好，但系跌到学唔到，点解啊？真系冇用啊！大勇，你唔好咁样挂责自己啦，练唔到嘅，我阵间再练过啊，好唔好？爹同娘出而家狱中生死未卜，我唔可以再等落去噶。但系你醉拳都未学好，你咁样去好危险噶。我唔理得咁多，就算系死，我都要搏一搏，或者仲有线生机。 信耶稣，可以得到永生。我哋全部都系有罪，信咗耶稣就可以原谅我哋，就可以永远都生。细玉啊，你真系要劫狱啊？我做得紧，呢条系唯一可以行嘅路。你谂清楚至好啊！啲武功又未练成，而且宫廷嗰度咁多守卫，再谂得嚟，我爹同梁青嘅人头已经不保。 我今次去咗，可能翻唔到路，我唔想连累你。不如你唔好同我去。咁点得咧？我已经系你嘅人啦，我哋一定要共同进退，生死与共，况且剩翻我一个人喺度，亦都生无可恋。呢个最，太睇下小人识得永生噶。生命生啊，拜拜，睇下小人识得永生啊。又会咁啱咁样撞到噶？细玉啊，不如行呢边啊，嚟啊！喂，做咩行嗰边啫？嗰边都唔啱路。行啦。喂，阿娇啊，做咩啊？惊我同你旧情独痴啊？系啊。喂，唔得噶。 细玉，系你啊！啱食噶啦，细玉，嚟啊！你先啦。唔好啦，人哋特登书本度食过。快咗嚟啦，不如睇下阵先啦。好啊，我帮你吹动佢啊。系咧，冇见你咁耐，你几好啊？几好啊！离开咗霍奇英之后，跟咗汤马士神父去传教。咁你打算传教传到几时啊？ 唔知噶世事难料。唔系啊，传教都几好啊，又可以帮到人，又可以令佢天下太平。你继续传落去啦，我同细玉咧一定支持你。咁你哋有咩打算啊？我哋咧就谂住做完啲紧要嘢咧，就揾笪地方隐居，跟住咧就白头到老。咁几好啊，恭喜你。多谢。你唔好听佢乱笠啦，十万都未一撇，而且啲嘢边度话得埋？唔系啊。 讲得嚟啱噶，有啲打算好啲嘅。好似我咁天涯漂泊，都唔知几时先归到岸。你唔好咁伤感啦。系咯系咯，你嘅人咁好咧，一定要搵到好归宿，就好似我同小一样咁幸福嘅。做咩唔出声啊？我讲错嘢啊？唔系啊，我出咗去。我又去。我小解啊，你跟唔跟住嚟啊？梗系快啲翻嚟啊！我心挂。 佢定性咗好多，梗系啦，有我照顾佢啊嘛，我包保佢一世咧都会咁幸福嘅，食唔食鸡啊？好啊。细玉啊，边啊咁耐嘅，担心死我啊！唔好咁担心啦，出咗一阵啫嘛。喂，佢可能去咗劫狱噶。
咩？点解你要劫狱咁傻？叫九皇帝，你要杀就杀，唔好同我讲咁多嘢。如果朕要杀你，你仲可以企喺呢度咩？你啲满洲狗诡计多端，我点知你今次又想玩咩花样？细玉，朕同你情同手足，点解你讲啲咁嘅说话？我呸！冇你啲咁嘅手足，朕同我方世玉当日有眼无珠，识错咗你。点解你要同朝廷对抗？你咁做根本系螳臂挡车。你唔好再喺面前讲废话，你快啲放咗我爹同娘亲。你爹娘已经公布天下，成为朝廷钦犯，除非你归顺天朝，将功赎罪，朕就可以网开一面，放过佢哋。你要我归顺你？你要我出卖汉人，做满清嘅走狗？我话俾你听，你谂都唔使谂。就算我肯，我爹同娘亲都唔会俾我咁做。你点样先至唔再同朕对抗？得啦，一系你死，一系我亡。世玉，你要杀就杀，你要我归降，你唔使妄想。我话俾你听，我迟早会翻嚟救我爹同娘亲。方世玉实在太过唔知情识趣，其实所有嘢都同皇上无关嘅，佢硬系要同皇上搞对抗嘅。咁又好难讲嘅，呢件事死咗咁多人，而且仲系世玉个好朋友，又难怪世玉会嬲朕。但系所有嘢都系岳以泰同霍奇英搞出嚟嘅，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佢冇理由嬲皇上噶嘛。唔通朕同世玉呢个误会，永远都冇机会和解？世事无绝对，仲有办法嘅。系。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，霍奇英系方世玉最大嘅仇人，只要将霍奇英交出嚟俾方世玉，输咗啖气，咁佢咪唔会再拉皇上咯。系。自从岳以泰死咗之后，霍奇英亦成为阶下囚，立位世上都冇乜用。点解就唔送呢个顺水人情俾世玉呢？嗯。就叫霍奇英将功赎罪，派佢去边疆签订和议书。咁喺途中将佢架空，制造机。奴才即刻去通知方世玉，等佢尽快同皇上解决呢个误会。到时我哋会用尽种种方法将霍奇英架空。呢次报唔报仇睇自己。乾隆有咁好死，交霍奇英出嚟俾我报仇？唔通你认为皇上会设个陷阱俾你咩？你啲滿洲人詭計多端，我唔會信你。其實皇上要殺你，同碾死一隻蟻一樣。正所謂冤有頭，債有主。皇上咁做都無非想化解你之間嘅恩怨啫。皇上都冇做過啲咩錯事啊？所有嘅衰嘢都係岳以泰同霍奇英做出嚟。皇上咁樣做都係想送個大禮俾你。你領唔領情，就適隨轉變。谁人能长夺千秋？地阔天高，一身去承受。抱拥江山，江山锁住双手，难忘再有清风亮袖。要是从来无名字身份，没有尊卑，方可笑谈爱恨。没法相亲，只好不断相争。台上再见，有若再生。谁叫你叫我生死不越界，此刻竟不量立天涯，非此即彼，各在各门派，一瞬间正亦变怪，胜等于败，无情和无义之间，也许一天中间再无
种闯不尽江山，来日再见笑问世间。要是从来无名字身份，没有尊卑方可笑谈爱恨，没法相亲只好不断相争，台上再见有若再生，谁叫你叫我生死不渝。